哔哩哔哩电视台，哔哩哔哩电视台，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下第一告白舞蹈会，这里是解说员吴阿军。本次来到的赛场是四月新番《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简称《青梅会输》。为此，我们特地请到了行业知名党政专家范石老师和我一起解说今天的比赛。来，范石老师和大家打声招呼。范石，好，很有精神。那么首先上场的是首垒方男主角，中之人选手为松冈真诚，哦，著名的党政老将松冈。我死了。从观众的欢呼声中也能感受到他的超高人气，而本次他驾驶男主人设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设定上是隐退的天才童星，特长是跳舞和期待他的精彩表现。接下来宫垒方一号选手黑长直女主，中之人为佐仓绫音啊，前不久刚在五等分的花架赛区出演四夜拿下冠军，并且当时对阵的正好就是松冈选手。再然后是女二号选手青梅竹马，中之人为水濑奇，哦，又是一位松冈的老对手啊，同样在五等分的花架中他曾出演五月惨遭佐仓吊打。本次作为青梅人设，在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主场能否复仇成功呢？最后女三号选手可爱学妹，中之人为大西沙织，哦，又是松冈的老手下败将了，在路人女主和 L 盲阿中都未能击穿松冈的装甲，光速败全。本次竟然奇形险招选择了通常都是炮灰的学妹人设，让我们听一下她这么选择的理由。先败。好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女主方的进攻，先建立了一波天才美少女小说家的人设，成功诱捕了男主，非常不错的开局啊。范石老师你怎么看？侠之秋诗雨啊，没有错，这是一招先贤化身，利用和松冈交战过的学姐的力量，提前锁定了胜局。哎，花花学姐不是输了吗？接下来女二的进攻，头上戴着四叶，眼里闪着四叶，哦，这明摆着是对四叶的中之人佐仓绫音的复仇信号。他这边使出的战术是直球告白，直接向男主表达了好感，而且还请了几个托在旁边起哄，一看就是高中生。接着女三的进攻。带球撞人，这是年下系角色特有的攻击战术，可以肆意肢体接触而不用担心被裁判罚擦边球啊，效果非常的显著啊，女主女二纷纷破防，这下男主要如何应对呢？こいつは事務所の後輩で、先輩だった俺がよく面倒見てたんだよ。好的，第二回合开始，依然是女主的抢先进攻，这次采取的战术是假装有男友，哦哟，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战术啊，通过让对方吃醋来增加自身的分数，但很容易杀敌八百自损一千。范石老师你怎么看？剃须，哎，这个词可不能说啊。总之男主这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哦，女二趁虚而入了，在男主低谷期果断进行了安慰操作，再搭配动画组出色的作画质量，真是一场视觉盛宴啊。女三选手这边也没有闲着，采取了更加经典的偷家战术，直接突袭了男主的主基地，这波步步紧逼看来是要成功得分了。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哎，裁判吹犯规了，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是场外的梗警察出警了，女三因为连续玩了一个声优梗加两个网络梗，被判罚为玩梗小鬼，取消了比赛的资格啊，非常的遗憾啊。范石老师你怎么看？太弱小，好，你也被取消资格了。第三回合依然是女主的，哎，等一下，场上出现了一些意外，男主在比赛过程中突然晕倒了，这是怎么回事？经了解，原来是男主这边因为女三离场思念过度，但经过抢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女主趁机探了一波病，并且一改平常的冷淡做派，突然亚萨西，这波反差萌战术打出了惊人的效果，顺便还可以在一旁偷听的女二号安上了一个败犬世界名画的底 buff。 Harry， 你这个偷听距离是不是太远了一点？终于距离决赛只剩最后半集，双方还剩最后一次进攻机会，女主这边采取的是相对温和的自爆身份，哦，很激进，他自爆了，原来他也是男主的儿时玩伴，而且是多年不见的重逢戏，这是天降青梅，而且顺势由傲转娇，彻底脱去了冰山属性，更换成了忠犬属性，这波赛中转职加上最强的天降青梅加持，看来是要得到很高的
哎，怎么反而降分了？范式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哎，话说你不是被抓进去了吗？没有冰山属性的黑长直没有意义啊！这个人到底在说什么呀？你不是被抓进去了吗？啊，总之决赛正式打响，天下第一告白舞蹈会终于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告白环节。接下来将由男主亲自在舞台上向心仪的选手表白，决出最终的胜者。那么首先有请热场嘉宾，假扮女主男友的那个什么反正没人在乎的那个学长，为我们带来热场劲舞。楽しめよ世界の果てを終わりのない旅を確かなことばかで飽き飽きしてんだろうさあ教えてやれ好了，非常精彩的表演，场子已经彻底燥起来了。接下来有请男主上台表白。哎，那不是范式老师吗？他什么时候上去？我永远喜欢佐仓绫音。哎，这个人已经疯了，快把他带走啊！好了，男主终于上场了，最激动人心的表白环节，胜者究竟是谁呢？西田黒葉。好きだ。胜者是女二，青梅竹马，不愧是青梅竹马，绝对不会输的恋爱喜剧，赢麻了，赢麻了！而且男主表示要为她劲舞一曲，哎，不是真的还要跳舞吗？哎，别。隐退的天才童星，特长是跳舞。好きな子の前でカッコつけるのに。トラウマとか言ってらんないだろこれが見たかったんだこれが見たかったんだ好了，女主已经被帅晕过去了，女二也感动的哭了。总之恭喜我们的冠军，请发表你的获胜感言。やだ。不好意思，你说什么？やだ。マジマジ。啊，这他拒绝了。原来刚才他不是感动哭了，他他妈是笑哭了，实在是太丑了，女方表示接受不了。所以说你经费不够就不要整跳舞啊。那么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天下第一告白舞蹈会，这里是解说员吴阿军，今日的胜负全员败北。让地上